小米四月三十将推出两款新风扇，苹果带你抢先看。外观设计简约，夜间运作时可关闭显示幕，避免亮光影响睡眠。无扇叶设计，不怕熊孩子意外弄伤手。透过米家 App 启动，空气品质、温度与湿度一目了然。创新的风道结构设计，可提供最大风速每秒 15.5 公尺，最大风量每小时1700立方米，以及10公尺大范围的强效循环气流具前后方出风功能。这一段、二段、三段、四段、五段，在 App 上风速调整则多达100段。智慧风模式则是依据温度湿度自动调整风力，摆头角度从30度到150度五段可调，也可关闭制式摆头调节，改用向左或向右自行微调。智慧净化模式则会依目前空气品质自主调整。App 上可记录你家每天的空气品质，也会提醒你何时该更换滤芯。一贯小米纯白简约风，机身按键位在风扇头后方，采无线设计，哪儿都能吹凉凉，还可变身桌上型。内建的2800毫安时锂离子电池，在标准受风模式下提供最高18小时续航。内五外七双层异形扇叶，搭配直流马达，最高风量每分钟 20.28 立方米，送风范围最远14公尺。同样在 App 上，风速调整也是100段，摆头角度从30度到140度5段可调，也可往左或往右自行微调，并具有儿童锁功能，避免熊孩子误触。苹果新闻网台北报道。